雪街灯残影，往日足迹消隐。夜空下聆听归来的序曲，千机散，风般回望，一如既往远方。看星落，燎原八荒，烧成你我。 倔强，从头再来巅峰辉煌，前行的路上有你在身旁，十年热血写信仰，荣耀永不散场。 小唐，快来吃饭了。点了这么多呀！哎，今晚谁订的餐啊？野哥请客呢。哎，吃饱喝好啊，别客气。切，一路小唐来请客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哎，小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马上。 韩烟荣，这名一点都不霸气，名字霸气没用，实力最重要。嗯，也是，朱烟霞，韩烟荣，嘿，一听就是好姐妹。<笑>哎，对了，小唐，你打算玩什么职业啊？散人。哦，散人很难玩的。是吗？可叶修玩的就是散人啊。 那家伙不一样，你没看他那武器？哇塞，自制武器，今天可真开了眼了。是啊，是啊。银装，有钱也买不到吧？对啊，大神的装备哪件不是银子啊？自制的装备未必是最强的，但最强的装备一定是自制。对，是。那他是因为这武器才玩散人的？嗯，应该是吧。哦，看来我真的没法玩散人了。 哎，别惦记散人了，和我一起玩枪炮师吧。可是我想玩个近战的。哦，对了，谷谷，你常说的那个什么神最厉害的那个？斗神一叶知秋。哎，你想玩个战斗法师？嗯。当当当当，这些都是我收集的，全是叶秋大神的战法资料。哇！ 这么多？嗯，哎，小唐，准备玩战法呀？这个我可熟了，我教你。去，一边去，别教坏小唐。来，小唐，咱们从初级攻略开始。哎呀，真是的，真人指导不要，非得去看攻略。老板，你才是别教坏小唐。什么意思啊你？这可都是叶秋大神写的。 是倒是，但也是9年前的了，好多地方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战斗法师了。你们先吃饭吧，我来整理。整理好了。哎，小唐呢？在新手村挤人肉饼干呢，我把他叫来。 不用了，有基础再来看攻略比较好。一味的参照攻略是没法进步突破的，毕竟记录这东西是用来打破的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
真受不了你。喂，听说没？血枪手刷出来了。干嘛？你还想拿个手刹？开玩笑，那可是野兔 BOSS。嗯。三大公会怕是早就定上了。这话应该是我说吧。哎，老蓝，我看还是你们先上，咱们随后支援。那哪能啊，还是你们中草堂先上吧，我们周边策应。我说既然大家都带了30号人来，干脆各凭实力去切 BOSS。 屁，你明明带了50号人。哎，咱们两家人少，要不联手呗。啥？中草堂和蓝西格联手？你不介意蓝雨断你们家微草战队3连冠的事吗？战队是战队，工会是工会，咱乌鸦别笑猪黑，谁也别说谁。唉，心好累。有啥办法？哪次抢野兔 BOSS 不是勾心斗角大乱战？哇，简直被虐 cry， 明显是菜鸟嘛。这招时机妙啊！啊！袭击打出隐藏效果，这流氓不是菜鸟吧？接下来该上板砖了。我他为啥要进耳光？这流氓脑回路有问题吧？耳光附带仇恨效果，那肯定挂呀！我算是看见了，这货哪是菜鸟，分明是二缺。我去，那二缺怎么把 BOSS 引回来了？这流氓完全是在作死的节奏。哦，谁呀？输出这么高？我，你君莫笑。队长谁呀？那，我。加我。几招就把仇恨拉稳了，操作果然牛掰。开刀。啊，这是啥路数啊？当着咱面切 BOSS 的路数呗。疯了吧，那俩可是菜鸟，他一个人输出再强，能强过咱们几十号人？别乱打，听我指挥。流氓抛杀。好嘞。那个正面抛杀才有致盲效果。哦，懂了，热眼睛对吧？现在专袭。好嘞，我
我最爱板砖了。白痴，你砸谁啊？兄弟，不好意思啊。还说个鬼啊，那砖头大后脑勺啊。流氓跟上，元素烈焰冲击。流氓破杀来了，太爽了。学得挺快嘛。大哥，你指挥得太好了。阿蛋，这还是之前那三只菜鸟吗？这社会，这调配，君莫笑，真你妈可怕呀。我操我操，打得太爽了。拉哥，咱们也冲上去杀吧。冲，你没看见那俩飞黄雀？我说，难不成君莫笑就是想利用咱们互相牵制自己切 boss 啊？这细周兄弟分析的太对了，要不兰西格打头阵破了这僵局。还是霸气雄图的各位高手先上吧，我们殿后殿后。喂，君莫笑兄弟，带你的队伍加我的团吧，出的东西都归你。啊，这家伙，兄弟加我们这边吧，东西随便了。加我们吧，再加20根白狼毫。哇，这么大手笔，赶紧挑一个加吧。别理。我去，他明显不甩啊。再这样下去 boss 真的要被他给杀了。哼，不等了，我们杀。中草堂上了，兄弟们杀呀。蓝河霸主和中草堂都上了，咱们也上。别动君莫笑，如果他们对君莫笑动手要帮忙。抱歉，废话，难道要帮那两家混蛋？他们来帮忙了。兄弟，你也太纯天然了。准备闪人。啊，那我们白搭了。信我，先闪。哦，好嘞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跑啊？不是我暴走吗？我操，不对啊，豹子还没到红血状态怎么会暴走啊？红血不是唯一条件啊。你是说连击200？那还不快退。瞧你那样，血枪手召唤亡灵的数量是根据仇恨来的，现在仇恨范围内就5个人，怕个毛。可是咱仨都是队长啊。100多号人的亡灵大军啊。保持阵型，准备。
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血枪手呢？早给去墨香那个混蛋带走了。啊！被三大公会追，不怕？我从小打群架惯了，最喜欢大乱战了。这小子什么人？大哥，我们这是要干嘛？藏起来杀 BOSS。啥？现在就剩下咱们两个人？有人来了！不用担心，加他们入队。啊！刚才小舅来了，我来拉仇恨。开杀！小月月，你们胆子还挺大的，怕个毛啊！在那边。是霸气雄图的人，怎么办？咱们先下手为强。野图 BOSS 本来就是用来抢的。高总兄，他们过来了。我们得提一提速。啥？提高手速。大家注意了。行了，跟不上。小心 ，BOSS 要红血暴走了。你们快退出仇恨范围。田七、岳中年、雾云深，这次球大了。血枪手首杀。哇，小唐厉害呀，这么快就上手了，手速快劲儿不一样哦。哇，君莫笑又拿下首杀了，血枪手啊！是啊是啊，还是在三大公会手底下抢到的。哎，话说咱们这里有三大公会的人吗？有也被气死了吧！高手兄，你太仗义了！是啊是啊，下次记得再带上我们。合作愉快。小月今天挺低调的。你就别戳他的伤心事了，大神。昨天不是夜神退役吗？小月到现在都还在伤心呢。这小子之前居然还阴我来着。蓝河。
兄弟，不厚道了。怎么了？咱们之前合作的多好，你干嘛要抢 boss 啊？野图 boss 不就是用来抢的吗？这……啊，说的也对。兄弟，要不再刷一次冰霜森林？约了人，没时间。啊？谁啊？什么？哎呀，这下记录铁定是霸图的了。哎呦！玩家灰黑色海风紫布鱼无处可逃钱袋子打破冰霜森林记录，成绩13分24秒21，成绩家王朝。你我不想再沉默，重新的来过。